南投县信义乡发现哈伊拉罗西堰塞湖，林务局南投林区管理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直升机支援空中勘查，并邀专家随机勘查，勘查结果堰塞湖距离最近的聚落地利村65公里，初步评估无立即危险，推估蓄水量约6万立方公尺，下游水流正常，将持续掌握堰塞湖后续变化。